油油的蔬菜是宋秀玲辛勤耕耘的成果，这里是她住家附近的社区菜园。三年前，她向居民委员会租了这片花床开始种植。刚开始的时候就想说要吃点比较有机的蔬菜，刚好市政理事会有一块土地说让我们去申请，然后我们就试一下了。很幸运的，我们拿到了一块土地，很开心，因为还要抽签，很难得拿到这块土地。秀玲从小在甘榜长大，在城市里种菜让她再次感受到朴实无华的甘榜情怀。以前在甘榜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种过菜了，我从这边土地的时候才来慢慢学怎么种菜了。有一次很失望的是，因为虫来吃了，就是你辛苦了这么久，然后你的菜就被虫吃到光光了。我们的菜园里面的比较有经验的，他会教你应该怎么做，你买自己做一些就是有机的杀虫剂，就是用姜啊用蒜啊来做成水，然后喷那个昆虫就不会来吃你的菜。两个多月前，国家公园局推出了食用园艺计划，派发免费蔬果种子，鼓励公众在家里种植可食用的植物。这也是为了响应我国在2030年达到30%原产食品需求的愿景。虽然申请种子的日期已经截止，但公众反应热烈，当局因此把赠送的数量从原本的150,000包增加到400,000，种子在上个月底已经全部发完。国家公园局副处长王思平说，他们在网上也有免费视频，让人们学习种植。国家公园局也会在下个月24和25号在网上举办社区花园节，让公众游览并且和专家互动。大家都知道，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又不能够出国，也很少地方可以去逛，所以呢，很多人都待在家中嘛，对吗？所以如果这个食用园艺计划派发种子，可以让家庭呢，就是自己栽种食用植物，可以拉近亲子关系嘛，对不对？父母呢可以教导孩子们呢，就是说，哎，这棵蔬菜呢，种子是怎么样的，苗是怎么样的。长起来的时候，那个菜就是你桌上吃的那一盘菜。最近政府给我们一些种子，我一知道的这个消息，我就叫我女儿马上去申请了。很开心的，我拿到了小白菜跟番茄，我就第二天马上就撒种子，就赶快，哎，它的种子还挺不错的，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很快就发芽了。我想应该多一两个星期就能吃了吧。学者说，虽然在家种菜的产量有限，但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做，有助于保障我国食品安全。At a household level, you know, if you plant your own vegetables, you can certainly help to withstand and replace some of the vegetables that you normally would buy from the supermarkets. So I would say yes. And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collectively, you know, if many many households do this, then definitely it will reduce our demand.You know, on the supply that comes from outside, yeah, because we make up for the difference ourselves. 我一个星期几乎是煮2到3次吧，一个星期到来应该是省了10多块吧。因为我常煮，而且我们家人多，吃的菜的分量也多，而且是有机的嘛，有机蔬菜肯定会比较贵。起初的时候我不会种，我就种一批，全部一样，要等了一个多月才可以吃。吃了，然后就全部吃同样的菜。然后我吃了，人家的好像不对，然后我就改，我就想，我就分批，那块地我就分了几个格子这样啦。有些是做番薯叶，有些就先种大菜啦。然后过了一个星期，过了2-3天，我又撒种子，我又在种，所以我才可以借得到，每个星期都有的吃咯，而且是不同的菜。开始种菜后，秀玲也发现孩子们比较常回家吃饭了。其实我们四个人，我和我的弟弟都不喜欢吃菜，可是 ever since 我们的妈妈开始种了之后，我们就觉得那个菜会比较好吃哦，比较甜，
因为有妈妈的爱 maybe， 可是我们就比较喜欢回家吃啊。我们最喜欢大菜饭，如果我们妈妈讲那天她会煮大菜饭的话，我们就会尽量回来吃。公园局发言人说，鼓励民众在家里种菜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传达减少食物浪费的重要性。栽种这些种子的那个过程呢，爱好者呢，他们就是可以认识到这个栽种的过程的挑战性，过后呢，他们就会能够就是领悟到我们农业经营者的那个辛苦和努力，所以呢，会促使到我们国人呢会减少食物的浪费。倩怡和三个弟弟会轮流下来帮妈妈打理菜园，体验到种菜的辛苦，也让他们更加珍惜盘中餐。因为有时候如果妈妈回来跟我们说她的菜没有成功，比如被虫吃，还是因为下雨下得太大，然后菜烂掉，我们就会觉得说妈妈的苦心就白白这样白费了。所以我们当然会了解到她的苦心，她花了两三个礼拜种的菜，我们会更珍惜了，我们不会浪费她煮的东西了。年轻的乌敏岛男孩是什么吸引他到奎隆拜师学渔业？